I'm gonna give my heart to someone special. This Christmas I give you my heart. The very next morning you give it away. Next Christmas I give my heart to someone more special。 好，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一六一七的吉普牧马人的变化。首先呢，在说变化之前呢，我想跟大家聊一点小东西，也算是吉普历史，给大家科普一点，好吧，帮助大家理解。那因为前两天有人问到这个，这个 JK 什么意思？现在我们所有新车也好，或者这几年的呢，那大家知道它都是 JK，JK 可以理解为一个像代号一样的，大概是从现在一七款也算进来吧，一六一七这样子倒推个十年左右。在之前的话呢，就是这个 TJ 的话也是，大家看这个时间都差不多每十年。那在之前的话会有 YJ。啊，也是一样道理。再往前推就 CJ 了。CJ 第一代的话呢，应该是二战结束之后，这个左右的时候，从这个当时还不叫吉普，叫 Willys， MA， 变成这个民用之后就是 MB。MA 是 military 就军用的 Model A 这样子第一款。那之后呢，把它变成 MB 呢，就变成民用的，其实基本差不多。所以吉普是最接近这个军用。这个车辆是这个讲法是有一定根据的。那我们现在眼看着呢，一六一七结束之后，这个 JK 应该就结束了。接下来具体叫 LJ 啊，还是 JL 啊，还是叫什么？那就等官方去说吧。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一七年相对一六年，差不多同样车情况下做哪些改变呢？大概有三个方面。那首先第一个呢，大家一直在说的这个我们去越野啊，这个灯不够亮的问题。相对应呢，吉普今年就推出了 LED 的灯组。那具体有两个，第一个是前灯，就改成这个反光的 LED 的大灯了。第二个的话呢，就雾灯，小雾灯那里。那第二呢，就是大家，特别是买这种卢比肯啊，或者买回来准备越野的这些呢，经常都会换轮胎。换完轮胎呢，出来一个问题，除非你换不超过33寸吧，或者是305，你应该是不需要这个。额外的承重的东西，因为最后一个轮胎大家知道标志性的吉普一个轮胎挂在这个车后面，但是很多人呢基本上会去换更大的，基本上是35寸轮胎起跳吧。那这个时候呢就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后面的这个我们叫 tailgate 是用它来承重这个轮子的。那你这个东西如果是加35寸或者更大的，我们现在的做法普遍做法都需要换第三方的这个叫 tire carrier， 就是轮胎的这个挂轮胎的东西。那今年的话呢，虽然轮胎上面好像没什么新的可以直接选一些，当时大家觉得是不是可以选一些第三方的好一点轮胎。那轮胎既然没有选项呢，吉普牧马人这个一七款还是给了你选择，可以加这个轮胎的 tire carrier， 那就不需要另外买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这个牧马人呢经常都会从颜色和一些标准配置的角度去弄它的特别版也好，或者说不同年份不同颜色也好，可以从真的非常比唐大叔还懂的人可能从这个颜色就知道，哦，这个颜色只有这一年这个年份有，可能一看这个车就知道哪个年份。那确实有这样的高人。那一七款的话呢，你想一眼如果看出来，那肯定是像手机一样新的颜色。那标准的颜色呢，对吧，黑白蓝红这四个标准颜色，另外的话呢你可以选银色，然后呢深灰色，对吧，然后黑色，然后沙色，这几个都一样的。但我当然说的那个蓝色里面呢，今年蓝色原来是一个很亮的蓝色啊，今年把它变了。今年这个蓝色呢换了一个叫 Chief Blue， 以前叫 Bright Blue， 应该是就是亮一点的 Chief Blue 呢就会暗一点。现货没看到，但从一些谍照还有一些东西感觉这个颜色是非常漂亮的蓝色，敬请期待。如果到时候唐大叔拿到这个蓝色的时候呢，肯定给大家第一时间也看一下。那第二个颜色多出来呢，就是一个叫 Extreme Purple Pro， 也就是对吧，大家知道英文词 Extreme 就极限，但它叫 Extreme， 极限紫吗？这个紫色呢曾经只有在这个 Backcountry 这个特别版的车上有这个紫色，很漂亮也。如果女孩子，我觉得这紫色挺漂亮，真是如果有粉红色更好了啊，很多人喜欢这个，但是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那基本上呢，这就总结了这三大变化 ：LE 灯，这个轮胎的，轮胎就是大轮胎额外的这个架子和这个 tailgate 这一个 enforcement 加强这一块。那另外的话就是新的颜色。那基本上这就总结了一些变化。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呢又来聊聊吉普牧马人。当然说了这么半天都忘了插广告了，还没订阅唐大叔频道的呢，记得赶快订阅了。视频看到现在呢一大半了，也记得可以点赞。如果觉得这个里面讲的信息比较有用呢，记得跟你的朋友分享。然后呢，当然了，最后一句广告词，如果大家喜欢吉普，喜欢克莱斯勒的产品吧，那都可以找唐大叔。当然唐大叔呢研究最多就是吉普，很多人也买皮卡，但是只要克莱斯勒其他品牌都可以找我。就说这么多了广告的东西。所以呢今天呢没有讲超级细，因为东西都差不多，我只讲变化为主，身边呢跟大家聊一些新的体会。所以就欢迎大家呢在下面给我留言互动，这样问很多问题之后呢，大家知道我有另外一个节目就是畅谈吉普，里面会回答。那如果是就专门针对这台车的呢，可能我也会在也可以在下面的视频里大家讨论回答。那如果唐大叔哪里说的不对呢，也可以纠正我，但是呢千万就不要轻易的给唐大叔差评喽。所以呢今天非常高兴今天本来我是不上班的，但是我带着我自己的吉普进来，把这个换轮子还有一些改装的东西正在讨论，但是今天先把轮子换了再说，还有一些小的部件，这个呢唐大叔另外会给大家做个视频去讲。明年唐大叔最大最大一个愿望呢，就是在四月初的时候可以去参加2017的这个在犹他的 Moab Easter Safari 2017，这个也是每年的吉普最大的盛事，全世界吉普迷都往那凑。当然呢大家去之前可以参考一些官方的网站呢去做一些准备，因为你去那边都是一天的甚至几天的，你要住在哪儿啊， camping 啊，还有你的车行不行啊，对吧，这些东西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挺有意思的。那唐大叔明年第一个就是这个最大的愿望。那大家也可以在我跟我互动啊，下面讲讲你们一七年有什么愿望，是不是买第一台吉普啊，要做什么改装啊，存钱对吧，然后一些东西。好的好的，今天非常的高兴，感谢大家的收看，我是白石牧马人唐大叔，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